大教缘起品里面说，于真群蓬会以真实之力，真实之力就有阶段的，这是随顺众生。啊，一般普通六道众生，他没有什么志向的，只是我吃饱了，穿暖了，啊，有房子可以避飞遮避风雨，啊，有田地可耕，他就很快乐了。啊，佛菩萨满足他，啊，教导他，啊，这是完全从事上讲。事实上讲的是因果为主，啊，高级的是心性为主，啊，低级的欲界天、色界天，以因果为主啊，啊，《易经》里头有两句话：“积善之家了，必有余庆。”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啊！这本书是中国最古老的书啊，这叫因果报应啊！啊，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。